像滑滑梯一样。是我不够专业，带不上。是你没有见过这么挺拔的鼻梁。哎，我要一来往下带就行了。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头。那你肯定得笑出声啊，变就咳咳咳咳咳咳咳。那我就，你都已经笑成这样，你觉得我们会听到吗？你退四步，让你。是心动的感觉在上手啊！是心动的感觉，我太难了，哎呀，太难讨了，他这是。放这儿了，第二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挂在这儿？有点嫌弃的感觉了。把我推过去了，你要不推的话，我就不。